现在想知道现在你好不好，这是一首中版的这个摇滚情歌。那么这首歌的内容也唱进了男女情分手多年之后还是在偶然的想起对方，惦记对方过得好不好的那种微妙的心情。强强，时间是午夜的00:04，强强，来，强强想出去玩呐，啊，等下带你出去玩好不好？哇，常常你好厉害哦！你知道你们可以出去啊？